来，白同学，这一次的 DIY 小品，我们来分享这个曲轴螺丝挂掉的那个修复方法。你来看哦，这螺丝是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边，看这边的牙，你看哦，这样转哦，它正常就能跑进去咯。靠腰啊，正常啊，无啦。我刚刚看了怪怪呢。惊到哦，好，OK，哦，拿出来，然后我们要来锁这边。我记这两边是通用的啦。然后我就发现这一只不知道是尾仔咧听声去拱着啥小，它在转的时候，第二牙的时候就挡住了。哦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原底我记这只是袂安尼哦，你仔细看哦，这。你看这个所在，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牙的手工修复。啊，这正常有一种修复的工具啦，啊，但是我们就是用手工下去修。你看这边，我再去拱着，你看这个盾，哦，它正常是这样出来嘛。哦，你看，这，哦，这过来，这个所在叫毛瘤，所以咱这要给它修掉。我足简单诶啦，我们用这个锉刀，小可有迄个啥，一边粗粗，我们这样把它这样抿抿抿，它这样就 OK 啦。来哦，你看这边哦，我们这样修哦，啊，正常是甲磨平就使啊。好，这个把它绘上去之后慢慢这样锉。这样戳，把那个猫掉的地方戳掉。哎呦，恁娘去用坐这边的牙刷无？恁老师诶，收者露西，你看白龙姐姐。所以正常是要用搁较薄的三角口刀啦，它两边也要修哦，修一下，迄修一挂就有啊啦。哦，这个所在。奇怪，咪当时去磕着，我嘛唔知影，不知道当时去磕着，安尼然后去冰冰者，种代志阮较早定咧做。啊，有一种断外牙的啦，断外咧洗外牙的，但是迄我，免讲，找十个用一届，我就没有去买啦。哦，啊，这些 DIY 小品嘛是不专业分享的同学。你就用好顺牙就好啊，所以有的时候，你个啥，痛苦的是一挂大肌肉丝的心有无？造诣你不用怕，你知道？不怕不怕，因为有白通血。哦，曲轴前面牙去跳牙的要安怎？咱就是安尼分享的同学。好，来，我用这个角度，我恁看者。哦，你看这边，伊只无第一牙顺落来只，再缩小，这个部分，这外牙只无，再修者，因为我拢看袂着迄头前，啊，这才有耐性诶，所以这支团骨啊，佫想要到我迄台一代进展诶。就差不多了哦。好，我们来试看看，无啥水啊，但是应该至少可以进去的。哦，小可啊，有啊，你看稍微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小可有，所以爱个修哦，这个还不够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到底是还哪边没有修好？伊这第一牙哦，它这边第一牙的时候对这入来哦，这所在入来这。伊这所在叫猫诶，遮，这所在叫走诶，我遮，所以这个地方要再把它弄一下，伊就是遮叫缩落来。这叫缩落来，真歹，这种强制要叫白龙血拍体彩，妈呢，很糙。
好，吃，我感觉这个无法度，这个所在，伊讲啊，这边嘛捡迄落去呢，奇怪，那讲者这严重，这个团骨应该是原底是好的啊，这到底是谁去把我敲掉？奇怪啦，那怎好好叫都无法思维呢？这正常是还阁用迄三角的无？三角落落敲太水了。哦，进去啦！你看有无？差一点点，来，我把种迄个啥敲刀。那我们换这一种哦，这一连一连嘛，我们就是抓这个斜角。哦，我安尼无同学看你就知啊，这要做胆大心细的哦。哦，这样子，哦，咱就是要把这个角度给嚼出来，有无？你这样是不是就看到了？看到白同学等一下在磨的地方，哦。最后要食这个所在，你看这，这较无遐水溜哈，哦，粗粗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啊，你这角度要夹好哦，这个所在，我爱就歹翕的。来，白龙雪阁换一下姿势，换侧面，哎安尼。这是真正考验正手工啊！白龙雪较早拢安尼咧吐泡的，看卖高潮啊，不要死的，伊嘛无人要死的。那就大概这样，应该是这个三角咧走较对啊！你就顺牙走里头啊，但是你袂当用伤济哦，太多那个牙就换了哦。最主要是有猫耳这一边。哦，顺顺得个，有一种呐，敢那种，一支种铁杵哦，伫遐咧磨迄个，迄嘛好用啊。但是迄种物件，特别我也无熟，啊，白龙雪是习惯拢用手工，哦，手工能解决就解决。有时候手在打，反而比较爽。哇，这第一个造出来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再弄这个角度，哦。我同学看，因为这一届机会尔，无咧特工咧白个。我们就是，我弄这个角度，安尼，靠边。哦，你仔细看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边嘛，对对边，安尼好。那个看一个高潮的，好，主要是这个所在，我这个所在哦，牙较无遐碎，这个再修一下，哦，把它转来这边，你们就看得到了。哇，这个肉身才怪怪的哦，叫这是到底什么给它磕掉的？这蛆爪啊，叫我包着好势的。啊、就吃这个菱形的部分，一下子就好了。你也用心为了这个窗户护牙，就收一堆得了。好 ，OK， 螺丝。应该这样就好了，就进去了。哦，我插一挂管，啊，插一挂管，那些是硬钻一个钻里面的，可以把它用那个螺丝来收了，你知道？看掉了第几下，有够内底的，真亮光的。好，再修一下。来，我们最后大概再洗一个哦，再修一下。这只马后边一挂挂的有啊、哦，它一下子就有了哦，你不能太多哦，太多它就会GG了哦。好。哦，轻轻的拖，你就轻轻的这样拖，哦，轻轻的拖，哦，这个部分，哦，伊这我这团骨胶带也重嘛，哦，就是，安尼我咧看这角度，哇，尖尖，哦，你看那个尖尖这个地方哦，但是这个你们一般不会去用到，啊，只是讲，白龙雪嘛是拍出来了。
应该是安尼，安尼你较看较有啦，手较袂动着啦。无多底下个料就是安尼，哦，这样子，啊、哦，这边这边，加加加，几杆，哦，问题出在这一锅，啊、哦，这一锅，这一锅，这边再修一下，啊，搁这个所在。好 ，OK， 我感觉应该就好了，这应该是无什么困难啊，对。啊，你正常的吼，一个月当抹一挂油啦，给愈穿愈细的，诶，进去啦，进去啦，小可安然，不要紧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保龄球刚好得逞，得逞刷得逞的呢。哦，有没有进去？有没有进去？哦，还阁小可磕磕，但是我感觉还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原底是连转都转袂落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这个也不能太松了。嗯，诶，有声呢，好，再来，诶，好，成功，这个就是那个牙坏掉的时候，哦，大概怎么修？不专业分享给同学，谢谢。